嗱，再嚟咯，扭直，系啦，搭 shoot。大家好，又是我 coach 灰啦。有冇练上次嗰个起步步伐 work 唔 work？ 我做完之后，我发觉我拉伸个臀部肌肉啦。刚刚练习完之后，已经拉伸臀部肌肉。所以大家记住啊，要练好嗰个臀部肌肉，你先有爆炸力嘅。因为臀部肌肉咧，基本上是推你向前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哋要讲翻咧一啲大家射波常犯嘅错误。之前都拍过噶啦，常犯错误。咁今日咧呢一條片咧係要特登咧拍俾大家睇，如何改正，點解會有咁咁嘅情況出現嘅？首先有好多人會問我點樣落腰，第二點解要左腳指住個框？呢兩點，如果你大家唔知道嘅話咧，你就好容易就會歪，而歪咗你唔知嘅。點解呢？嗱，我哋正常咧人咧一定有分左腰或者右腰，有主用手嘅。咁你身體嘅肌肉發展亦都係跟住呢兩隻手咧，邊隻用得多，咁你邊邊就發達噶啦。好難有一個人大家都咁大力嘅。我哋必須要知道點解咩叫lock腰？點解要lock腰？第一，我哋要用左腳做重心，係因為我哋左腳指住個框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確保我哋重心腳指住個框，人指住個框。OK， 所以我哋左腳要指住圓圈嘅最左側，OK， 当我哋右脚用力嘅时候，唔系踏前，唔使特别踏前，用力踏嘅时候，你会微前嘅啫，千祈唔好太过前，你个人会中前，你变咗行前。记住向下压嘅时候，上啱啱讲过，用个腹肌嘅力向下压嘅时候，你系确保你个人正对篮框。其实你两只脚嘅宽度同个篮框嘅宽度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成人的话，尤其是一个亚洲球员，你应该搭完之后就跟个框差不多大，你就会正对篮框，你身体对正，你才有得瞄准，你射波才有得稳定的。当你左脚现在我人的中间在这条八线上面，我左脚跟它平衡的，如果你左脚歪，睇住我摆一只手喺我嘅心口，向住嗰个方向睇住咯。你而家右脚向住嗰边就系我心口向住嘅地方。如果我拉后，有好多人拉后只脚嘅时候咧，嗰只脚会变成向嗰度嘅。其实你个心口就向咗嗰度。当你一踏嘅时候，你就会产生一个旋转。好輕微的旋轉，我稱之為旋腰，條腰旋轉了。當你有咁少的差距的時候，你的問題就出現了。中距離沒有問題的，影響很小，但是當你一射 long range 三分後一個車位，有很少的誤差，就令到你的波形成一個較大程度的角度差，你就會炒，明不明白？咁少而已。而左腳都是，就算你右腳直咗，左腳歪，你睇下你個心口都跟住歪嘅。我哋一定要lock腰嘅第一步就係左腳直，後腳都要直。你擺出嚟，你就發覺條腰係放鬆嘅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再踏步用腳力，你會發覺你大力咗好多，而且個波直咗，因為你條腰同個盤骨亦都成為平衡咗之後，有效地将你的大腿力量传上个波度。讲完了，即刻示范。我哋首先要请咗阿豪同阿 CM 出嚟先。好，镜头一转，又请咗 CM 同阿豪出嚟啦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嚟试下啦。阿豪先啦，阿豪射波，先做 one two step 系啦，准备左脚指住框嘅左边。好，停，睇住，唔好喐。你喐咗点示范啊，大佬嗱，睇住，阿豪而家右脚指住呢个方向，框喺呢度嘅，右脚指住呢度，睇住。而家佢个膊头，如果我摆两只手埋去，佢系向住镜头嘅，但系个框睇住啦，个框系喺呢一度。唔好喐个膊，你唔好喐个身，我喐，
嗱，佢就係喐咗咁多多啦。佢就係用咗呢一個力之後咧，佢射波嘅力量會減低咗最少20%。準備射，盡量入。Good shot。再嚟咯，睇住呢球入咗，靓嘅，再嚟，诶又扭多咗啦，诶 keep 住，系啦，又扭多咗啦，准备，嗱睇唔睇到只脚又扭多咗，准备 ，good shot， 再嚟 ，last， 好啦，试下扭直佢啦，今次。兩隻腳都直嘅，係啦，合埋少少，係啦，拉後係直嘅，俾自己直嘅，右腳係直嘅，係 good， ready 嘅手，係啦，搭 shoot， 係咪炒啊？但係係咪大力咗啊？係咪 feel 到你大力咗啊？明唔明白？嗱，兩球入，一球唔入，因為佢慣咗呢個姿勢，所以佢照樣會入嘅，因為佢慣咗轉啊。但是如果你今日開始領返正，係領正先，係啱，你好快就習慣，其實你好快就習慣㗎啦。 ready 嘅手接搭，係咪大力咗？你見到拋物線都高咗，係咪大力咗？明白，再嚟咯，扭直，係啦，搭 shoot。是不是轻松了？再来波扭直，是不是稳定了？再来扭直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你 feel 到现在你的力量顺畅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射波的抛物线高了？feel 唔 feel 到？我覺得啱啱好嘅 ，OK。即係最緊要咧，你係有一種輕鬆嘅感覺，射三分，明唔明白？記住，你直係爭好遠 ，OK。盤骨有好多人都會歪嘅。好，跟住到阿 CM， 波拉後只腳先，波好啊，歪咗少少，扭翻直少少，係 OK。波，我俾波你，係啦，放鬆嗱。當你兩隻腳都直嘅時候咧，你條腰。就是我所講的 lock 的狀態了，明唔明白？你不用夾硬用腰鎖住的，你只要兩個腳腕都是直，你條腰就直的了。準備 ，ready， 係啦，波 ，good shot， 嗱順咗好多了，但係個手腕硬得滯啊！停一停先，好明顯呢排咧 ，CM 練得多體能的關係咧，反腕嗰下咧就已經咧硬得滯啦，係啦，係啦，正咧，啊記住，記住，嗱呢度係有條筋的。OK， 睇唔到㗎啦，凭感觉啦，呢度有条筋嘅，好爽嘅，个个都好似食咗芥辣咁嘅，戴完之后好啦，放松 ，OK， 係硬晒个手腕出嚟，准备扭返直先，係啦 ，ready， 三角形，係啦，接落碗拉 ，good shot， 啊，哇，即刻大力返咗，再嚟放松，记住前臂伸直推出去落碗，前臂再嚟，抹阔啲，起码膊头咁阔。记住啊，波，系啦 ，good shot， 再嚟，直嘅，系啦，压，系啦 ，good， 再嚟 last 一球接，嗱，记住啊，喺眼度出，去咗前边，我哋咧另一个射波个好大问题咧。就是咧，嗰個出手點啊 ，starting point 咧，唔係好穩定。嗱，我係建議大家喺眼呢度出嘅，得唔得？你話會有機會阻住你，但係咧，相對地咧係好輕微嘅一下嚟嘅啫，唔會話影響得你好緊要。但係咧喺你眼，我會咁樣嘅，我呢隻手指喺眼度出，我就會 confirm 我每一球出。的起手点一样，
都係喺呢度用力，都係呢度用力，都係呢度用力。但係 C M 啱啱咧就飄，佢有時係呢度、呢度、呢度，佢就會飄忽。如果你阿豪都有少少，都係飄忽。如果你 keep 住喺眼呢度出嘅話，你射波就會穩定好多。明唔明白？好啦，跟住我哋射一球 long range， 睇埋兩位啦。豪 time 又嚟啦，我哋結尾今次試下射個 long range 嘅三分線後半個車位啦 ，OK，B B 車啦。好，試下咯，兩隻腳直嘅踏跳起順勢眼出，大針再嚟，俾啲力，放鬆隻手，再嚟波。個碗鎖咗，個碗鎖咗，再嚟，係。放松，系啊，个碗锁住咗呢一段，呢一段通常呢一段都会扯住咗自己，系啦，系啦，讲粗口啦，你闹我啦，你并唔系咁好嘅呀，个形象闹我啦，好，准备，嗱啊，上次讲咧话阿豪松咗手腕之后咧，即刻30%，唔系准咗30%啊。大力咗30%啊！放松个手腕准备，大力系放松放松，好痛系嘛？放松屈咗碗先，系啦，拉一拉先，系 good 准备，系 good shot， 神一樣的按摩師，神之手腕OK， 哇、wow, ，OK， 多謝 CM， 神之手腕，你歪咗啊，係啦，放鬆三角形，擘闊少少，係啦，答 ，good shot， 再嚟再嚟，嗱差唔多噶啦，记住喺呢个时候用腹嘅力压，放松个手腕硬咗，手腕硬咗，唔好揸实个波，记住扶个波，再嚟三个人喺心口，三个人喺心口扶个波 ，good shot， 好争啲 ，OK，CM 始终做唔到 CM time， 到我，记住两只脚直嘅，放松，你就算我哋压完落去之后咧，你轻微内八字都冇问题嘅。同埋第二樣嘢，記住，最後提一點，我一開始係直嘅 ，OK， 擘闊只腳。當我踏嘅時候，你有機會左腳會轉咗左嘅。呢、這個時候就係、是、睇住，有好多人另外一個咁嘅問題啦。最後呢一 part 啦，就係、是、條線喺我中間。正常我擘闊只腳係咁嘅，但有好多人只腳會變咗咁，一隻腳企咗中間，令到你失平衡。呢只腳就會向外開，你其實係成只腳企咗埋嚟。點樣解決呢個方法？喺一條直線上邊，企去左邊，擘闊左腳，右腳垂直拉向後，你個盤骨就會正常打開，腰亦都會直曬對住嗰個方向。好啦，最後一球，好，最後一球 ，full time， 認下先，叮叮。冇得贏，贏。